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中午下午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声音低沉且性感的帅乌鸦。连云港钢枪的没有人，信号枪也没捡到，人家都这么捡到的，你看动不动都是俩，抢右边这个，就这，准备战斗，上来兄弟们，前面有脚步，等他过来，来了，直接补死，嘿嘿，哭吧你。前面大仓有人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，炸一下子再说。过来一个，机器人吧？他们人应该不多。怎么死的？哪打的？呀，你俩怎么都躲了？卡哥过来扶下他俩，我架着。这个空投能行？我不客气了，各位，先顶为敬。咦，最完美的空投，狗打的，整上 AWM 也拿上，交给我了，兄弟们。这还跑过来一个，就是练练手啊。人在哪？房顶是吧？让他露一下子。哎，下来了，墙角。得，应该就一个了。你们一起上，办了他。我先打个样。哟，回来回来，别去，前面又来人了。在前面那个坡上，我先打药，别着急，打上药咱们屠了他们。上上上上，倒的那个现在应该扶起来了。我看到一个。没打着，有雷吗？往这个位置扔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从左边拉他们，出来了。都在前面那个坡后面呢，你们右边可以压。OK， 这下全死。在这位置打空投，还往防区外面拉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舔一下车了，兄弟们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空投没舔呢，看看去。呀，又一把 AWM， 你们要吗？不要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走了，赶紧进圈，来这边看能不能赌博桥。前面有车，估计机场打超空的过来了。我先观察一下啊，打起来了。看到一个小可爱，别动，对了，不死，爬挺快还。想救是吧？又打偏了，走，上车怼他们。应该是两队人啊，前面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打他！烟里面有人，小心点，让开车。还有人，在后面呢。啊，全死！还好他们打完了，虽然我能全给他们办掉，毕竟咱实力在这放着呢，估计队友就保不住了。你几个人了？别爬了，老妹儿，七个人，这波掐基本了，扶你们起来，舔一下，咱们就撤了。真香！哎呀，这圈什么意思？要往海里缩呀？咱们去把左边这个防区占了。哎，这有人，不少的。咱车不行了，咱就跑。就这样，看我不狙死他们。有人附近有脚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我先看一下上面的，他们没来就好办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先把近点的办了。看到他们了吗？在什么位置啊？好像在我们停车那个房子好像。这一块的话，我如果没有猜错，应该在这个二楼。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从原窗口扔来。哎，漂亮，扔，守株待兔就可以了。不是直死的，还得有。搞定，再去干山上的。这俩人呢？哟，他还有妹控，对一下子，小兄弟。嘿，你指什么给我干啊，臭第一。售后倒一个，架着他，我绕右边给他补了。哎，他队友去救他了。我给你补死，让你救，你还打我是吧？我让你打我，补死你，还挺硬，死吧你！上面俩全死，但不是直死的，那就说明上面还有他队友。等他，你不舔你队友包啊？带上他们医院啊！哎，后面有船，后面来了，屁股后面有刚上岸的。
你还看我你啊？还手是吧？敢还手是吧？上面的也打了，小弟。我去你！打一个，好像是两个人，还有一个。漂亮，还剩一个人，那就是上面那一个了。我看到他了，交给我了。打偏了，伏地是吧？掐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记得关注哦，爱你们，拜拜。